So.我们俩在一起了。哎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啊。阿姨，先，拜拜，拜拜。 那么死心眼的孩子，谁劝他肥来呢？别在这儿发呆了，回去吧。 这句诗写的可真美，我特别喜欢。可是一心不喜欢。他不是不喜欢这句诗。 他是不喜欢我，他是不喜欢你，可是这并不代表你就是一无是处的呀。好了，谢谢你，我回去了。别自怨自艾了，总会有一个适合的女孩在等着你呀。会吗？ 要不这样吧，晚上你请我吃饭，我开导开导你啊。 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我现在好多了。 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蛋壳，你奶奶怎么你也？<笑>太爽了，太刺激了。蛋壳，明天继续啊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同学。奶奶你好，我叫朗朗。啊。<笑>坐哟，家长。
吃饭了吗？一心，没错，我们俩在一起了，因为杜山是一个懂得珍惜的女孩。当然，她可能没有你那么完美无缺，但是她的纯真、善良，在我心里都是最珍贵的。我不希望因为我选择了她，你嫉妒她、为难她。就算你是她的朋友，我也不允许你让她受到一点委屈。你早上不是还有钢琴比赛了吗？快去吧，我们俩该迟到了，快去，快去。真是我的小天使，什么事儿都提醒我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忘了件事儿。啊？在甜蜜和幸福滋润当中的人，走的时候当然要亲亲了。青年配上我们的小天使，嗯，杜山，朗朗对你好吗？那就好啦，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儿啊，你要好好珍惜哟，祝你幸福。嗯，一心，我真傻。我还以为你会介意。我怎么会介意啊，好朋友谈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你以后不要太重色轻友哦。我说一大早人家唧唧歪歪的。教练，怎么了？来，这是什么？管理通过了，你现在已经是正式队员了，以后不用交钱了，所以把钱退还给你。谢谢教练。继续练吧。对不起，红磊，你太不认真了。刚刚提升为正式队员就这种态度，你还不如打老外生去。你今天不配上台练了，擦窗户去，下去。我以前就在这个后厨打工，洗碗啊、切菜什么的，所以跟他们特别熟。哦，
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美食专家。小妹妹好啊。您好。他是我经常提起的陈一新，我的朋友。这可是我们酒店最近最多人点的酒了，口感好，价格又适中，关键是它的名字也非凡呐，叫幸福。老王，你真有心。嗨，不要这个了。哦，行，那你们玩着吧，我先忙去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喝吗？这么喝的呀？我不能喝酒，全给你。你不能喝酒是因为酒精过敏。这个毛病是不是特别不男人啊？其实我觉得不喝酒也挺好的。老王，这汤里面陈皮是不是换成山楂了？你这嘴够刁啊！尝出来的。当然了，在我们家有100多种蘑菇，全部磨碎了放在汤里面，每一样我都能尝得出来。你好厉害啊！都下班了。陈小姐，下面请您品尝我们酒店荣誉出品、精心制作的精美甜品。走了。
这不会又是一场梦吗？ 那你早点回去了，明天见。 明天约会啊？明天不行。你都已经是我女朋友了，我们应该天天见面的。我不是你女朋友啊。嗯，对不起，再见。 张小姐您好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那几个人新来的，不认识您，这是您的证件，耽误您时间了，我们门口已经备好了车接您回家。啊，没关系，他们也只是尽到自己的责任罢了。太对不起了，还让您在这儿坐着。嗯，没关系。嗯，对了，我还有件事要麻烦您。哦，您说。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您放心。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不是早点让你回来做准备吗？我看时间还来得及，就先去杜山家的酒庄了。他奶奶约我们。就你吗？不是，还有蛋壳、小轩，都是班里的同学。 你自己看看吧。
不管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事情发生。我先走了。李训练，你来干嘛？我想来和你待一会儿。你不是说没跟我在一起吗？你别在这浪费时间。我去拳馆找我弟，这个不争气的家伙，上学期差了两门，不知道这次补考过没过。你去吗？今天下午不是杜莎奶奶叫咱们去玻璃酒庄吗？哎，去拳馆都用不了两分钟，我这次倒要看看谁还敢欺负咱们。我真不去了。嗯，你一个人去那儿千万小心啊，别再逞强。哎，不是有黄恋的吗？痛姐，哎呀，哎，黑中，哎，疼得我死了！哎，黄恋呢？啊，你找他？你找他干嘛呀？你别管，电话给我。你就不能对你这个温柔可爱的弟弟稍微客气点吗？哎，好了，我真没有黄恋电话，我知道他家住哪。刘先生，都几点了，还睡呢？起床！哎，你怎么也有这件衣服呀？瞅那傻样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替某些关心你的人关心关心你喽。我不需要他。哎，上次约会怎么样？他不喜欢我。为什么？饭也吃了，手也牵了，却说没跟我在一起，这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手都牵了，我的妈呀！我看你是太不了解艺兴了。艺兴这种女孩，很少跟不熟悉的人有肢体接触的，也蛮凉的。我觉得很有可能。那真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不喜欢？对待艺兴这种女孩呢，你就要穷追不舍。等她慢慢习惯了之后呢，就发现你的存在了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没那时间。那请问你的时间都用在哪了呢？打工，练拳。练拳？我也没看出你练过所以然来呀。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不是你以
谁啊？我告诉你，追艺兴的男孩多了去了，不差你一个。好，那请你转告陈艺兴，他什么时候看上我了再来找我。再见。好，看在你以前帮过我的份上，我今天晚上会叫他过来找你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自己好好把握吧。不送啊。嘿，你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苦涩主要自己扛过。一心，一心，哎，我那家的地址我弟给我的。哎呀，他好不容易弄到的，你跟他有什么？你跟他聊开了不就可以了吗？你倒是。行吧，我放着了，去不去随你吧。我们交过虚幻的歌，跌跌撞撞独自生活，总会在人群相遇和孤群奋战的你一起振作。我们跑过大雨滂沱，用笨拙的方式用力生活，总会在哭泣之后看到了更好的自由。今年的葡萄长得真好啊。是啊，他们酿出来的酒肯定也很好喝。我刚来的时候，葡萄也跟今年一样长得特别好。那时候我年轻啊，也就跟杜山差不多大吧。我们家族有个规矩，女孩到了18就应该出门游历世界，开创事业。有的女孩出了门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特别幸运，我不但回来了，我还遇见了杜山的爷爷。那个时候就有这座玻璃城堡了吗？不，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木屋。我们花了8年的时间搜集各种瓷片玻璃，然后才盖起了这座城堡。真的好童话。我女儿走了以后，我心情特别苦闷。我跟杜山的爷爷出了国，在国外生活得很幸福很舒适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格外怀念这片葡萄园，怀念我的城堡，怀念我的酒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个酒庄就是我的青春呐。我在这奋斗过，梦想过，也激情过。其实我是在怀念那永远逝去的一切，再也找不回来的一切。年轻，年轻真好。你们可以愤怒、犹豫、发呆，因为你们还有明天可以用来快乐。可我们有什么呢？老了以后你才明白，快乐的时光太短暂了，短暂的你根本心里都记不住。所以现在快乐一天是一天。可我一直觉得您和我一样大。对呀，我们是姐妹呀，我们都18岁。那咱们就是特色了，不过你是姐姐哦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。在这个瞬间，有一股暖流在蛋壳心里流淌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暖流是从何而来，
因为过去的21年里，他从未感受过。姐，妈妈下午喝了好多酒，正在家里砸东西呢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你先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姐姐要开心哦。姐姐要开心哦。我不喝水，给我拿酒来。还嫌不够难收拾吗？你不知道，喝了酒之后会做很多很多的梦，我的梦里都是彩色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朱丹磊他爸走的时候，我还挺恨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对你不好。可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你。我想我爸当时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吧，因为你就是一个疯子，疯子，疯子。就是个疯子。你如果再这样喝下去，小心我也不要你。你不是现在已经打算抛弃我了吗？你走吧。你们都走，我不怕。你什么时候把酒戒了，我什么时候过来看你。21瓶白克梦，为什么是21瓶？你不知道，喝了酒之后会做很多很多的梦，而且在我的梦里都是彩色的。今天给你丢人了。朱丹磊他爸走的时候我还挺恨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对你不好。可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你。我想我爸当时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吧，因为你就是一个疯子。你如果再这样喝下去，小心我也不要你。不是现在已经打算抛弃我了吗？你走吧。你们都走，我不怕。全是断电。
小姐，要不你给陈总打个电话吧，看看宴会还举行不举行了。这可是全市范围的大停电呢，堵成这样，去哪儿都难呢。这就是你的车，去哪儿？哎呀，都怪今天停电，人家都还没玩够呢。要不然，你带我去个什么地方？先送你回家吧。回什么家呀？我是客户，你要听我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你家真乱，我刚才收拾的时候出了好多汗。
再也不回来了。